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节目，我是杨爽，我是金鹏，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第七届应世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决赛的第三盘棋，由中国的范廷钰三段对阵韩国的朴廷桓九段。那么前两盘棋呀，他们两个人下成1-1平，那么今天这一局棋就非常的重要。对，前两盘棋还非常有趣，都是这个白棋获胜。啊，白棋获胜，那是不是这个黑棋的压力太大了？这个贴八点，对，这个应试规则，其实现在跟我们中国的这个规则还是统一的，是我们中国是贴三又1/4子，就合到这个7目半 七目半，啊。那应试规则呢，它是8点胜啊，基本上是基本一就样，一样了。日韩他们还是采用这个，因为他们是比目法嘛，他们采用的就是说，黑棋是比白棋要多6目半，六目半，相对来说，执白棋的人就容易一些。对，至少从心理上啊，他觉得便宜但这上边这两盘棋其实并不是细棋，跟这个一点的这个差距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上两盘棋可以说第一盘棋范廷钰发挥非常出色，中盘获胜。那第二盘棋呢，是这个朴廷桓呢在中盘一出妙手，就一举奠定了胜机。那么我们这个比赛五番棋又回到了三番棋的赛点了。这盘棋是小是范执提白。哎，对，小范之白啊的白棋好运，看看这一盘是不是这样还在延续，我们希望是这样。黑棋是小目，白棋也是小目。错小目对象小目啊，白这棋个走了。是错小目的，对，现对，在在这里。白棋是象，哎，象小对，目。白棋是象小目。黑棋抢先来挂了。那个左右都差不多是选哈。择的是低对，挂吗？低挂。对，对于象小目来说，高挂比较常见。这样呢，拖扳退，然后黑棋再来高挂。也期待着这个白棋还是选择这个拖。如果选择拖的话呢，这样黑棋接住，要靠下来，所以白棋按照定式继续。这左样右呢，同行，对，这一子可以两用。看着比较美丽啊，对，这个是有这样的下法的。那这个也不是说黑棋到底有多便宜啊，高挂的比较多。实战呢，朴廷桓他选择的是低挂。低挂，但是下面这个白棋的家呀，不是太常见，甚至不太能说成是家对，这个应该叫四间低的加。我们说加到这个三线，认为就是最远了，因为四间对于黑棋的这颗子攻击力相对来说要小很多，因为黑棋本身它就留有这个拆二啊，安根据地这样的空间，所以这个攻击力更相对来说要小一些。但拆边是的意味更这多。个下到这儿也是，比较有趣的哈，两边同行走中间，我想它是一种打持久战的这样的下法吧，比较平缓的夹击方法，那既然这个加工啊离得很远啊，也对黑棋威胁不是太大，黑棋直接选择脱先了啊，上面先守一个，大飞手。对，这也是这个错小目之后啊。手脚是最常见的布局。白棋当然，你不走，我就要来攻你了。长，然后飞起来，棋拆二。对，拆二，就是这个棋，我感觉这白棋你逼在这儿，人家这块变坚实了，这棋是还得补是吧？这个棋，在这儿它也有它的这个有利的地方，就是让黑棋立二拆二了。局促了，他觉得。对。
占白棋卦。嗯，因为黑棋这上面有势力嘛，啊，选择这个夹击，二尖高夹，攻击白棋的同时，在上方也有配合。嗯，对，也比较常用的下法。嗯，然后白棋是采用了这个腰刀啊，腰刀定式。嗯，那黑棋靠搬，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啊。最常见的我们这个教科书上的这个定式下法是，顶在这儿，顶，然后黑棋跳，也是跳。嗯，白棋搬，对，搬，黑棋接住，接牢，白棋可以再选择。压上边，压一个，啊，这个次序要注意，就是说是先搬脚里边，然后再压，啊，嗯，先搬再压。黑棋出头，嗯，就是先压再搬的话，人家是不是就可以立下？对对，有这种变化了。如果你压了这个子受损之后呢，嗯，黑棋有选择下立的这样的可能性，嗯，嗯，所以这个搬了之后，如果搬的时候他选择立的话，嗯，那白棋这个就不要去压了，嗯，因为这个子将来有贴下来，这个活动的余地还是很大的，嗯，可能就要单补这边了。 嗯， 嗯，这个次序是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个定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嗯，那粘了之后再来压，嗯，长，然后白棋在那一带这个，虎一个，对，嗯，这个虎比较稳健。对，这是我们之前学习的最常见的这个定式选择。那近来呢比较这个流行的下法啊，也是应该说对定式的改革吧，嗯，是白棋单拖在这儿的比较多。嗯，单拖在这儿的好处就是说它的选择，这个选择权是归到白棋了，因为从棋形上来讲呢，黑棋还是跳在这儿。嗯，这样呢，白棋就有顶啊，哎，顶是还原了，然后还有搬的选择，多了个搬的选择，啊。对，那实战呢就是走成这样。对，实战是，当白棋这个搬的时候啊，白棋拖的时候黑棋跳，现在是白棋选择了搬。对，白棋搬。嗯，黑棋先断一个。嗯，黑棋断在这儿呢，也是一种定式选择。当然呢，还可以选择搬在这儿。嗯，搬在这儿呢就断打。对，断打。粘。嗯，然后白棋接在二线上，这样黑棋呢有断的，也有点的。哦，对，断呢白棋如果拐的话就黑棋再贴一下，白棋可以选择脱先，脱先了。 嗯， 嗯，那实战呢黑棋这个断也是一种定式选择。嗯，那这个断的时候白棋是不是大概也只能只好立在这儿，只好立在这儿。嗯，黑棋在虎。嗯，接上，然后把这个子对吃掉，然后黑棋藏起来。哦，将来留有这个黑棋跑的余地。嗯，哦，那实战当中他是先打的这个后打的这个，就是说先打然后对黑棋长再来打这个，次序稍有区别，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嗯，这样白棋争到先手。嗯，先手白棋到上面拆一。嗯，非常稳健的一手棋。嗯，还是这个拆为什么是高的呢，杨老师？还是威胁着这个黑棋？对，他其实是在间接的也是补自己这个棋形上的弱点，嗯，将来这个棋有靠，嗯，然后这个爬出来一旦这边有子，这个战斗比较复杂。嗯，白棋棋形上存在着弱点，嗯，同时呢
跳到这补了自己呢，还瞄着这块黑棋，没有完全的安定。然后黑棋直接上这里来挂角，挂。白棋选择一间加，一间高加。也，夹击黑棋的同时，也间接照顾自己中间这颗边上的这颗白子。黑棋先拖一个。黑棋这个拖是比较少见，先拖，然后白呢，棋搬。再选择的是飞，是吧？我想这个拖呢，它是担心白棋如果是单飞的话，担心白棋这个时候靠一个。要是断，我也断，然后就下面过去这样这一带白棋的实控捞的还是挺多的。对。那这两手交换了之后呢，这个靠就不成立了。拖和搬交换了之后，白棋这个时候再来选择靠的话，黑棋就可以选择顶在这儿了。这样白棋是挡不住的。对。所以实战呢，黑棋是先拖了一下，那这得在这儿。那这个时候白棋也，如果是把这个子吃掉，看起来虽然很大，但是这样被黑棋在一间把角上这个子，这样威胁角部的话，白棋有些得不偿失。脚也非常大的，对，这边，而且这个拔花还只拆一，对，离得很近，所以实战呢，白棋还是按照按部就班的这样的下面拖，拖，一种定式的选择，然后断，黑棋打一下，然长后起来。对，长进来。黑棋对，挂黑，黑棋争掉，对，黑棋争掉。局部这个棋，黑棋也就获得安定了。它这个局部拖，能够争掉，而且和这边黑棋来配合的话，黑棋还是局部比较满意的。那白棋呢？所得的就是说上方有引争的这样的手段。对，还有利用，实战直接就来了。对，直接就在这里引争，瞄着靠下去。同时呢，这边上方我要把这个跑出来，这也非常的严厉。实战黑棋抓掉，对，这个被白棋跑出来，黑棋有点受不了。黑棋提，白棋就靠下，靠下看着很严厉啊，这个大飞的距离毕竟是比较长一点。对，因为这边黑棋的形状比较理想，那白棋肯定要在上方，有所得才可以啊。黑棋挖，打吃，接上。这都没有什么选择啊，贴这身个肉时搏。候，我觉得这个白棋还是粘在外边，可能，更注重大局一些，啊。那黑棋可以打，提掉，对，然后这个吗？还是老实的？对，还是打一个吧，打一个，然后可以打在这个位置上也可以，对，然后角上黑棋再打一黑下，棋打你一下。对，提掉。这样我角上一搬就安定了，而且白棋这个后卫啊，对着黑棋这两颗子，感觉这个当初这黑棋这两颗子，它的这个作用就完全被上边黑白棋的这个后卫，化解掉了。这也是一种比较稳重的选择啊。对，
实战呢，可能这个棋风还是决定了这个白棋的下法。那范廷钰他是非常稳健厚重的，这样比较注重实控的这样的棋风，所以实战他选择了接在角上。但是接在角上呢，被角上这颗子虽然可以吃掉，对，外边黑棋也就，但是实战我想白棋有可能没注意到黑棋实战朴廷桓下出了一步非常在局部非常强硬的一手棋，很强硬啊，一般也看不到，一般都是这样打算的。对，从这儿定型的话，那白棋应该是很满意的。我接上那个上方还有漏风，这个子还有活动的余地，这我想是白棋的理想图。对，他是就是这么设计的，应该是。对，但是呢，这个朴廷桓下出了不易注意到的二路打吃，这个时候先在二路打吃好棋，恰打是强手啊，因为这个他强调你将来脚上还不干净，你踢掉我。对，白棋没有办法长出来，主要是白棋只好委屈的被打在里边。如果白棋这个时候不提，白棋现在这个时候，往外长。如果他敢长的话，对，这个时候往外长呢，黑棋是不是也敢长啊？对，黑棋就把脚上这个子长出来。啊，这样白棋的棋形就基本上，崩溃了。崩溃了，因为这两子棋形你吃不到啊，这个吃不到。对，那上方这三个子白棋可能就死掉了。那不行，这个。所以白棋这是没有办法的，只能提掉啊，这样白棋比较难受。那被黑棋包进去。对，主要脚上呢，白棋还没有安定。是啊，但是这个棋白棋不能忍。对，白棋这个时候如果说在脚上去做活，那对于白棋来讲还是无法接受的。对，那失去意义了，不能忍这个棋。所以白棋就强行的把这个外围这颗子拉出来，进行跟黑棋进行战斗。对，跟你练了啊，这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对，跳黑棋搬，对，威胁脚步的白棋，对，这个强调你没活啊。黑棋先提劫，先提劫。对，白棋的自己的自身的劫材，对，然后黑棋粘上，对，黑棋粘住，白棋再提回来。要吃七金。这步碰呢，从结果上来看呢，应该说是有一点华而不实了。这时候其实黑棋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就寻劫就可以了。那这找一个自身的劫材。然后提回来。对，提回来。这样脚上白棋应该只好就做活，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在外边去吃黑棋，这样如果说那个先不补，如果说白棋强行在外边去行棋，那黑棋再一断打，已经不是打劫了。不是打劫，直接就对一气就一气吃了。一气吃了。所以对于白棋来说是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行棋，已经被黑棋会一气吃了。对，所以白棋只好脚上胡补。只好补。对，这样黑棋再长出来。那这个孤单了哈。对，这个主要是上方。白棋没有特别好的攻击的黑棋的手段，而且自身白棋棋形存在着断点，对，气又很紧，而且脚上呢还有这个打被黑棋打劫杀的这样的余味，还是有余味，真是挺烦的啊。再一路一打，对，脚上还有这样的余味。而黑棋这一带呢，本身棋形已经比较理想了。对，那这两个子又非常的美了哈。那还不行。对，这个要比实战黑棋的结果要好很多。那实战呢，这个靠就显得看上去很美啊，显得有一点这个华而不实的感觉。对，这样被白棋抓住机会。这个地方是白棋在提劫，对，上面那个子没有。那白棋抓住机会就非常机敏，就化解了
上方的这个劫财的威劫的威胁性、嗯，然后可以再打一下。对，这个端打、啊、黑棋不能提，嗯，只能直接拐转提被人包进去。对，这样呢，白棋冲出来，冲出来。嗯，这个现在本身白棋这个棋已经没有啥毛病了，啊，轮到白棋冲了。对，主要是冲出来之后，黑棋已经不敢去提劫了。嗯，提劫这在上方的这个黑棋的、啊、气，对气，而且我就跟你打劫，已经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一气吃了。嗯，因为你提劫，你再跟我打劫的时候，我提过来，这个是带响的。嗯嗯，这样已经化解了脚上那个劫对于白棋的威胁。嗯，这个劫对。所以让黑棋也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冲断。对，白棋等于是在借力给力这样的。嗯嗯，把自己的这个棋走出来。这个时候白棋是白棋打吃啊，哦，白棋都跟你拽着练啊，你也别想轻松。嗯，通过这样的打吃来整形，嗯嗯，来出头。那上方这个棋，那还得走，黑棋还得补，对，嗯，然后再拐打，嗯，黑棋一长，白棋再贴，对，嗯，这时候黑棋也不好长，因为长的话还将来还要补回来，这个白棋上方还有拐打出来、嗯、出动，所以也就提掉了、啊、哪怕被人搂啊、嗯、也是忍痛提掉的。黑棋粘上，嗯，白棋就把上面这个子抓掉。对，这个提太大了，嗯，而且是先手啊，也不一定是绝对的先手，但是这个棋如果说黑棋在这一带跟白棋用强的话、嗯、那这个黑棋那这里边先滚打、啊、对，这个太难受了。白棋黑棋提掉，白棋提啊，等于是先手把黑棋的形状破坏掉，然后白棋在这里一打，嗯，提掉之后，嗯，再补一个、啊、我再补、嗯、这还得补。对，这个上方黑棋的棋形已经完全被破坏掉、嗯、而且自身已经不是很安定了。嗯嗯，那么白棋要把这块棋支孤的话也并不难。 嗯， 嗯，对，本身你自己有毛病啊，也就没有办法太强攻敌人了，所以黑棋还是忍了，忍耐一手。嗯，那白棋能够把上方先手、哎、先手拔、啊、把劫补干净，这个应该说在这一战役当中白棋是得分了，得分了，而且中间还白棋走，嗯，还先手啊，长出来，这头长出来的，黑棋就上面补了，嗯，忍了，对，上面有这个有味道，嗯，那局部告一段落，啊，黑棋在这里被连抓了两个子啊，这个效果不是太好，嗯，那白棋。这个时候呢也是要追求实地上的平衡，在这里边接来防止黑棋这个脚步的收刮手段。嗯嗯嗯，非常大啊，对时控来讲非常大。嗯，那实战呢，黑棋是先动手在中央行棋了，其实这个时候黑棋把这个局势战线拉长啊，还是应该稳健的在这里再挡一手，因为本身这步棋的实地上来说就是非常大。嗯，对，嗯，不然这个棋被白棋下面走了，嗯，爬过的话这个下边都是空，而且这块白棋就已经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嗯嗯，所以这个棋如果说慢慢下啊，局势还很漫长的话、嗯、就是挡在这儿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嗯、那实战黑棋是现在中央动手了。对对，可能是这里边心情不好啊，比较着急这个黑棋啊。嗯，这一带下的确实不够冷静、啊、这里这个
天狗鼻子一顶啊，跟这个前面这个顶有一点异曲同工的这个感觉啊，都是这样去顶住白起啊，这种手段都非常生猛啊，非常生猛。嗯，那看效果怎么样。对，但这样的棋呢，其实也在把这个局势啊拉向一个等于是就是说你死我活这样的境地啊。如果白棋在中央活的话，其实就是在黑棋的势力范围中做活。嗯，如果能够在黑棋的势力范围当中做活，那黑棋从实控上来讲呢，也可能要有照白棋要有一定的差距了。对，那在你家里活当然你就亏了嘛。但其实这种下法就是让黑棋让白棋往中央去行棋了。嗯，搬住，对，然后顶住，挡住是吧？对，挡住。白棋虎。那这两手棋对于上方白棋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 而白棋在中央行走两步棋，对于中央下方黑棋要形成大控是影响很大的。对，而且他连补了两手棋等于是啊，嗯，要不攻他自己补还费事。对，所以这两步棋的这个作战的思路还是稍有问题的，方向有点问题。除非你能吃住点什么哈。对，除非是想要吃住白棋，但是这个太难了，中央中府太大了。嗯。黑棋先刺一个，白棋就粘上。然后他就对来硬出来了啊，这个下法也是啊彪悍，太强硬了。但是结果是否这个好很难说。嗯，尝出来一副要吃白棋的这个架势吧。嗯，嗯，白棋也挺强硬的啊，我还以为就直接拍了算了呢。嗯，白棋因为这个地方有断 啊，白棋这带有断。嗯，嗯，这个小尖也是黑棋局部处理的这个棋形吧。 这样这个长成为先手了。嗯，那白棋贴着棋形啊靠。嗯，让黑棋再贴一下。对，黑棋贴一下，白棋长出来。嗯，黑棋团一个。对，团啊，省得你将来打我啊，棋棋再长。对，再长，白棋就不断的。对，白棋需要不断啊，黑棋拐。嗯，白棋搬，黑棋搬，白棋连搬。哎，嗯，对，白棋连搬。这个你先攻人家之前啊，人家还是棋走得非常紧凑啊。对，他这个黑棋也需要往家连。对，自己气也非常的紧。嗯，黑棋就只能长了。长。嗯，白棋粘上，黑棋先打一下，白棋接住，黑棋不行。对，黑棋不行。嗯，啊，跳方。对，白棋粘上，白棋这个粘也是非常强硬的态度。如果说白棋顾忌到中府自己没有活，在这里打一手，如果先打一手的话，对于中央还是有一定的照应。对于首先对于这个断点来说就已经完全补掉了。这个时候如果黑棋再断的话，那白棋可以从这个方向打，按照实战上的进程，我就可以这样跳夹住黑棋。对于中央白棋的眼形来说呢，是大有好处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打吃呢，黑棋肯定不会老老实实的接住了。黑棋这个时候一断，白棋这两颗子就非常难办。嗯嗯，所以这个时候白棋的粘还是态度非常强硬的一种下法。嗯，他也是在强调这个这块黑棋没有联络完整，
如果说你在这一带行棋去吃我，那白棋这个时候可以打一下，然后我再尖，这里要尖断，这里要这个断掉黑棋，就这个时候黑棋还要再补自身联络没完整这个缺陷。对。那实战当中啊，这个棋黑棋也非常凶狠啊，啊，黑棋就先断了一个，直接就来了，这个断能成立吗？不是被人夹死了吗？现在夹不死，现在没有这个子，现在如果说打的话，黑棋长，然后你再夹我就跑出来了。啊，但他可以，是不是可以直接夹呢？哦，直接夹就是实战的下法。我们看这个棋，他。我现在拐在这儿，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白子了，这个地方这个几个子弃紧了，那只有这种方法，只有这个加。当然朴廷桓他不会去误算这样简单的被加吃的这个棋，那他当然有他的这个想法啊，妙手。这个时候黑棋靠在这儿，就利用滚打包收啊，把你的这个眼也消灭掉，气也并起，破坏黑白棋的眼形。白棋只有吃，把白棋滚成一团。这也都是一本道啊，没有变化，双方没有变化的这个下法了。然后黑棋再来补自己联络不完整这样的缺陷。对，再连回。对。啊，先者我把你滚成一团饼啊！白棋没补，白棋先拔了。这个时候，逼气的时候，他可以不打几下，他可以先尖一下，然后从这个打，这样贴能给黑棋贴死。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黑棋只好补。然后白棋，这个时候没有去补自己中府的，这块棋，看起来在黑棋包围当中的这样的棋，而是选择提在这儿，这样呢，应该是跟黑棋一决这个胜负这样的决心吧。应该说提在这儿之后啊，白棋在实控上应该是。肯定保持领先了，因为我们看他接在这儿，我底下爬过这两点，白棋必得棋，下方已经全部都是白棋的实控了。对，说白了就是他也把黑棋给逼上了这个。对，就是要跟黑棋在这个中央这块棋的死活上对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活了我棋就赢了。对，我如果死了的话，那也只好就义了。吃棋还是稍困难点。对，因为这样的下法就是说黑棋在这一带围控，让白棋连回来，这中间怎么样围一手，我想这个在实控上黑棋也是不够的。那肯定是不够的。对，因为这个地方上方还有白棋这一拐，中间是黑棋没有什么东西的。没有什么空。对，那没办法，这个已经接了是吧？对，已经接了。那朴廷桓应该说是长考之后吧，选择了这个来杀白棋。眼型的要点啊。那双方就在这一带，最后的胜负场，对，来一决雌雄吧。白棋先打一下。黑棋粘上。然后跳。对，我想这个跳呢，他也是在范廷玉，他应该是在这个提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看好了自己桎梏的这种手段啊。这个棋其实就是双方在赌这块白棋的死活，那当然白棋并不是盲目的去跟黑棋去赌自己的这个死活，他也看清楚了自己这块棋他可以处理好。那飞在这儿之后呢，我们看现在白棋在下方可以在这里一飞，就获得
中府的这个眼位，而且还威胁着这个整块的黑棋。那如果说实战像黑棋这样把这个子连回来，那白棋这个时候可以贴过来。嗯，这个好像切断也没有什么，切不断吧？对，这个黑棋要吃白棋就太难了。那实战黑棋是长，嗯，希望利用上方自己的这个、嗯、死棋来做一些文章，来有一些借用。嗯、那实战白棋是就没有跟着黑棋硬，对，嗯，比较保险的走法，嗯、把中间这块棋，他大概判断以后觉得中间这棋只要不出大问题，应该这个棋也就是赢的。嗯。如果能够把下边空破掉，其实这个角死了也是可行的。嗯，那实战当中确实就脱先了。嗯，对，补强自己，同时也威胁黑棋。他这个时候如果是打的话，嗯，那黑棋再嗯再多送一个，然后白棋再贴。那这个时候黑棋会。他可能是担心黑棋跳在这儿，嗯，这样我这里要断白棋，嗯，如果白棋补的话，那黑棋这个时候可能有尖在这儿的下法，嗯，这里我要断，这里要挖断，那白棋大概虎一个，其实这种下法对于白棋来说应该也是可以选择的，粘上，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可以在这里补一手。上方即使你吃我的话，我脚上还可以活棋。嗯，这样也是比较安全的。嗯、对，这样也是白棋，我觉得可以选择的。那实战呢？它是范廷义是直接在这里跳了，这那个力没有。嗯，这个白棋补了。直接在这里拆了一手，补强自己这块棋、嗯，然后黑棋，黑棋，哦，把这个下力，把角彻底拿到，好，嗯，但是其实角还没有完全吃掉，还、嗯、白棋一挡，这个角里边还是可以活，对，还是有余味的，嗯，啊，白棋稳健了，啊、就是又补了一手，是胜利宣言呢。对，这个是非常稳健的，就是说，我把自己补后，然后这块黑棋还没有活，那脚上呢还有活棋。嗯，其实我自身已经没有任何毛病了。对，那黑棋要做活。对，黑棋这个棋就还得往回连、嗯、或者做活。白棋尖。对。黑棋跳。黑棋跳过来。嗯，其实这个时候。白棋冲一个也可以分段黑棋，啊，可以分段，但是他是不是自己黑棋自身就补一手，真的活了？走这个吗？对啊，比如说他补一手，嗯，走这个，那我就把这个子加吃掉了，嗯，那这块棋也没有活，黑棋，嗯，黑棋是脚里还得补一手，而且这个棋一跳还没活，嗯。他如果说度过的话，白棋这个时候一加，嗯，就可以分段黑棋、嗯。那黑棋如果是反击，反击在这儿，嗯，穿一个，可以穿吗？这个穿，其实这样这个冲一个也可以，但实战呢，白棋还是选择了比较稳健的下法。对，他觉得让你连回去也无所谓的、嗯、对，如果能够把这两个子吃掉，嗯，本身那个角的目数的损失捞回来一些，然后再把中府这个拐到的话，时空应该也是白棋不错。 嗯，对，实战就是这么进行的。嗯，白棋顶，黑棋还得小尖回补回来。白棋没有去吃这两个是吧？啊，没吃。嗯，啊，他先这里边先断打，黑棋粘上，对，然后小尖，黑棋提，
然后白棋不是拐出来，它直接飞过来。哦，直接飞。嗯。这里有断。嗯。瞄着这个断。对，也是间接的在补这块棋。嗯。如果这两个子吃掉的话，那这个棋就不用，就已经连到外边去了。对。嗯。黑棋挤上面。挤。嗯，白棋直接就断了。啊，直接就把这个断了。这个角，角呢？嗯，白棋应该是认为上边这个角和下边这个角啊是见合的。哦、二者得其一。对，啊、两个角能活一个的话，那么中间这块棋又安定了，时空上还是白棋领先的。嗯。那断黑棋没有办法是吧，从后边就打出来了。这个。好，打这个。嗯，打白棋长。嗯。啊，黑棋再打。白棋再。白棋再长。好，长的。嗯，没有提。然后黑棋搬下边。嗯。黑棋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去吃脚上这颗子啊。嗯。搬这个，对，搬。白棋接，白棋接，嗯，黑棋也接，然后白棋需要对拐回来，嗯，这样呢，同样的还是，上边这个角和下边这个角等于两个见合了，对。看黑棋你要哪个吧。对，黑棋实战当中是选择把这个，嗯，把上方吃掉，把下方的这个角吃掉。 嗯， 嗯，那白棋就上方做活，上边搬，哎，挡住，然后虎，白棋虎一个。嗯，这样白棋就把这个上边的白角活掉。嗯，黑棋接上，然后再搬下片，对，补干净，对，还是虎的，嗯，虎在这儿，对，嗯，这样应该说脚步呢，白棋就完全安定了，而且这个这一带还瞄着黑棋的弱点，这还有断，嗯，还有个断，对。那实战当中也管不了那些了啊，因为本身这个。木头黑棋、哦、这个现在没有断，嗯嗯，那黑棋就把这个子补上了啊，这两子拉回来了。对，这个是黑棋在跟白棋争胜负。如果说这个两个子再被白棋冲掉的话，那时控上，嗯，黑棋很难跟白棋抗衡。对，这两个应该最大的了。对，白棋木数又多，然后又厚，十多木棋了。嗯。白棋，嗯，也把这个吃掉。对，断吃。去把自己的这个眼形。嗯，然后黑棋跳一个，白棋挡。白棋挡在这。对，挡在这。然后黑棋长了一个，把自己哦，并在这儿，并在这儿，把毛病补上。嗯，这个时候如果说度过，他是怕被加一个，嗯，并在这儿。对，如果白棋提掉，黑棋搬过，嗯，白棋下力了。白棋没有，白棋搬的。哦，白棋搬，嗯，就是阻度。啊，那而且强调这个高效率的补棋，爬在这儿，嗯，爬在这儿补棋，嗯，那黑棋。就挡住了，嗯，这个，还是强调时控上的这个追赶，但这个两手棋交换之后，白棋已经先手主度了，对，他先手主度了，对，先手主度之后呢，这一带这块棋的死活似乎就有问题了，嗯，这个棋白棋可以靠在这破眼，对，实战也是靠着这，对。靠在这儿，意外的，我们发现整个这一块大龙啊，
黑棋已经很难做活了。如果黑棋现在从下方去爬的话，白棋长，这里要断接。你虽然说可以活，但是我这个棋，我如果给黑棋断掉，上方吃掉的话呢，时空差距太大了。对，这个大尾巴掉了也没法走。对，那你如果强行接上，这里再被一尖，黑棋整个这块棋就只有一只眼。哦，我刚开始还在奇怪这些招法什么意思，原来他是瞄着整个这一大长片。对，整个就还黑棋没有办法做活。这个时候这个靠是手筋啊。对，让黑棋无法两全的一手棋，也这个官子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块大棋的死活，那黑棋搬了一下啊，白棋一断啊，这个棋就对。其实白棋一下立，这块棋整体上已经没有办法做活。那实战白棋就是断掉了。断掉。虽然你可以这样去活，但是呢，基本上也就等于认输一样了。上方这个子已经被吃掉了。那这盘棋要下到这儿呢，这个黑棋就投子认负了。对，等于是在中盘战斗的时候，朴廷桓这个棋有点不太冷静。对对，这个强悍的一个顶啊，看起来非常的凶悍。但实际效果呢不是很好啊，应该像杨老师说的啊，简单的把这个棋挡回来。对，还是追求时控上的这个平衡。对，慢慢下啊，虽然可能有点劣势，但是还是有机会。对，这个靠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要可能是要在气势上拿下这盘棋，因为已经前两盘双方打成1-1平了，应该说这盘棋是双方的天王山，谁占到了呢？谁胜利了，谁就可以说占到了这个胜点上。对。所以这步碰的从气势上来讲，想要整体的威胁中央的白棋，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也给了这个年轻的。这个更年轻一点的范廷钰，他的这样的机会，就是说我在空里，你的空里边做活来治孤。那白棋相对来讲呢，下的就是更稳，更怎么说呢？更有气魄啊。对。把中间这块棋等于说脱先了啊。对，这里拔了一个，然后把下边整个的空都收进来了，造成了黑棋不吃已经时控不足以争胜负了。对。而这个范廷钰他在这治孤上呢，确实也治孤的非常出色，非常漂亮。对。主要年轻人呢，这个计算力啊都非常的准确啊。对。想吃他们棋不是太容易。那这盘棋其实也是延续了前两盘棋的白棋获胜这样的好运啊。对。那么前三盘棋呢就战成了2-1啊，范廷钰暂时是以2-1领先。那应该说最后接下来这盘棋又是这个关键，如果能拿下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第七届应试杯的冠军了。那这盘棋已经是赛点啊，已经拿到赛点了。对，那接下来第四局对于范廷钰来说啊，或者是朴廷桓两个人都非常关键了。那应试杯呢，这个冠军奖金是$400,000，亚军呢，亚军是只有这个10万美金啊，大概是那个左右。对，那应该说我们中国的棋手吧，在这个应试杯上。只有这个之前只有常浩在第五届当中拿到了冠军。那前边这几届都是剩下的五届都是韩国棋手拿到的。那么我们希望呢年轻的范廷钰能够有所突破。好，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